来的时候就一个小包，这里面塞满了，然后又有两个那个小那个塑料袋，在这边也是住了有好几天了吧，现在准备返程了，再看一下这里。虽然是说很简单，就一个床，但是干干净净的，也是非常舒服吧，价格便宜实惠。因为这个城市的印象不错，来这边也是这几天呢都非常的舒服，所以说走的时候在这里面待的时间长了，反而还是有一些留恋啊，有一些感情在里面。不管怎么说，虽然是说现在比较伤感嘛，但是以后有机会了还会再来的。现在呢背上行李准备去火车站坐车了，把那个垃圾也顺便给那个阿姨带下去。这两天的天气啊真的是也是非常热，我准备骑个电动车吧去那个火车站。现在已经骑上这个电单车了，骑着这个电单车出发去火车站，看看路上会不会再碰到什么稀奇的事情。因为在山东淄博这座城市啊，每时每刻啊都有新奇的事情会发生的。前面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烧烤店，生意也是比较好的。这就是来到这几天呢，也没到这边来看看看，现在也是开始排队了。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了。这个地方呢就是也是这一段时间一直火爆了几个月了。我今天呢是要到那个济南，因为要从淄博火车站到济南，这个票比较好买，然后刚好到济南看也转一转看一看嘛，再做下一步打算。现在走到这个人民路上真的也是再熟悉不过了吧。虽然是说在这里短短几天，但是经常性走这一条路。俗话说得好，那个那一句歌词叫怎么唱的呢，就是叫陌生的城市里啊，熟悉的角落。现在又到八大局了，为什么要在这里停下来呢？到那个八大局先吃点东西，要不然的话在车上不方便。下一餐可能就是到济南了。这边有很多卖吃的，我就选择一家看看没吃过的尝试一下。鸡汤豆腐，来个火烧吗？这个肉很棒，很烂哈，很烂火，很烂火，不是很腻。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很近。哎呀，又遇到了这个孙悟空。辣的吧？帮我拿一盒。6块。我给你扫一下。现在已经到了火车站了，这个地方还是有免费送水的。看一看。现在可以看上去这个人流量目前呢，也差不多一般吧哈，不算多也，但是也不算少，因为现在天热了。看一下前面，大批的人流过来了。他们这些这个共享单车，搞共享单车的工作啊，什么东西啊，吓我一跳。搞共享单车的现在都辛苦了，因为这个共享单车使用量非常大，大部分人下了火车都是用这个共享单车去其他的地方。到这个火车站广场了，目前看到这火车站广场这个情况没什么人，不知道候车厅的情况如何。很多人啊都是在一下车就在这个火车站这个地方拍照打卡，是因为火车站建得非常漂亮。有几个别的几个朋友吧，好像是当地的，评论区说在这里拍照打卡有什么拍的，有什么逛的。其实大家踏上淄博这片土地开始就是满怀
希望和这个满怀信心的到达这个地方来游玩。每一处每一个地方啊，都会吸引着这些外来游客。所以说大家也不要这样讲说这个地方没有意义，挺有意义的。因为它这个淄博站建设的很宏伟，并且很有这个就是特别是候车厅里面吧，等一下我们进去看一看，那里面的这种也还是有一些这个特别之处的。哎，现在前面就是出站口，因为现在的天真的变得越来越热了，可能吃烧烤的人不知道会不会慢慢变少呢？只要是这个气氛保持住，就不会慢慢的变少，肯定还会，人流量会维持下去。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上面这都是一些，据他们当地的朋友说，这些都是以前的各式各样的旗子，齐鲁大地的旗，这都是旗子。进站口啊是在二楼，现在这个地方呢是进站口，进站口的人还挺多的，比那个出站口的人多。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进站口呢，因为他有可能提前一个小时来，有可能提前半个小时，是吧？但是出站口呢，他就是列车到达以后才有人出来这一个就是跟列车到达的时间有关系，他那个比较集中这个进站呢他就没有那么集中，比较时间的点比较分散。看一下那个现象是什么，是直接大巴车送到进站口那个地方，不知道是应该是单位组织的吧。看现在到淄博游玩和吃烧烤的这个不分地域了，什么地方来的都有，甚至于外国来的也都有，还有年龄大的坐轮椅的都来这边吃烧烤游玩的。想想看看这个淄博这边是有多火爆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进站的这些人群，现在我明显的就感觉到这个火车站可是真繁忙啊，像春运期间的，你看这车流量。我们现在在这里静静的拍一会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吧。现在开始进站了，刷身份证过安检。现在呢已经进来了，看那还有外国人在那个淄博吃烧烤呢。一到了火车站就进入到这个特别有这个历史气息哈。上次我来的时候拍了一下，他们这个当地的朋友们介绍说，这是各式各样的这个旗子，就是齐国的旗，齐鲁大地的旗，中间是一个大旗，繁体的字，周围就是一个这个字的演变成，就是演变过程吧。看一下，这个是繁体旗，这个是现在我们用的，简体。这每个字真的是都不一样，但这个呢就没办法认出是个旗子，这个慢慢的就有点像了。看我们转一圈，这旗子越变越那个，就是看起来越繁琐了。看到这边就是越来越像了。看旗，这个也是旗。然后到这是繁体，这个是简体，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的这个上面来看，都有一些这种显示屏。哎，变样了，大变样。为什么说这样大变？我上次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翻一下我前面的视频，没有多长时间，这边又增加了这种座椅，增加了好多呀。看一下，朋友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就是站在这个地方拍的视频，很多朋友说我那个刚好看到了有一个那个拉杆箱，电动的拉杆箱，给大家讲了一下，确实是变化挺大的。这边好像座椅没增加，因为那边是靠近那个检票口。现在呢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就是说山东淄博候车厅里的这种景象，是不是有点像春运的时候呢？就是现在在平常，也不是节假日，这个人流量就有那么大。相信啊，如果是节假日的话，人流可能是比这个还要大呢。
看看这坐在这座位上的黑压压的人群，是吧？以前就是说在疫情之前嘛，在春运的时候才能有这种感觉啊，现在呢这个地方说明啊，就是人气也是说真的是挺旺的，这个不是虚的。看看这现实的情况，我们大家就一目了然了。我们在那个航拍的镜头里面看到火车站的外观呢，也是非常的就是雄伟和壮观吧，也是看起来也比较有现代感，是吧？但是这个里边呢就是更有特色了，一进门那个地方就是一些历史气息，是吧？然后呢上面呢大屏幕又感觉到现在的这个就是怎么讲智慧还有现代气息啊，整个的这个候车大厅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像这种建设方式的这种设计风格的在全国来说也不多吧，就是地级市里面和那些省会大都市可能是说不能比，对吧？普通的地级市，这个山东淄博的这个火车站也是可以数得着的吧。虽然是说我现在要离开山东淄博了，但是就是也给大家来讲一下，不要大家看到这个场面人那么多不愿意来了。其实淄博这座城市啊，那各个细节方面它是做得非常好的。我们来这边就看你方便的一个交通工具嘛，是吧？比如说高铁、飞机可以坐到济南然后呢还有自驾都可以，它这个高速公路也是很方便的。如果是说住宿的话呢，感觉到不是很方便的话，可以在那个淄博市区的周边的区县里面也都是可以的。毕竟来说他们这边的公交也是坐公交的话也是非常方便，来还是可以来的这边呢也就是来这边感受这个氛围人间烟火气和真情还有呢就是说这种氛围是在其他地方你感受不到的。就是一点呢，我看到这个火车站的这种人流量所以说呢感觉到比较傻眼。我觉得现在这种时间段天气也炎热了，是吧？然后还有一点呢，又不是节假日，有那么大的人流量，还是比较惊奇的吧。那么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